本节目由美素佳儿冠名播出，美素佳儿致力于帮助宝宝不上火不便秘。哎，人呢？哎呦，陈哥哥，别躲了，陈哥哥。你要干啥？哥哥。你要干啥？哎呀，这不是针对上一阶段的那个你的表现吗？然后觉得还可以，但还有待进步的空间，说可以叫陈哥哥。针对上一阶段的表现，我觉得我要先采访采访你，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做得好与不好的地方分别是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过于追求这个事情都按自己计划的来进行，万一有一点点的不如意就会有点难受。那自己做得好的，我觉得除了刚刚那个不好的，剩下都做得挺好的。那你觉得就是最让你记忆深刻的是哪位吧，或者你最想学习的？我想想，我觉得 Ben 爸爸吧，就是我想学他的那种乐天的精神，还有一直会有一些小的点子能跟孩子互动，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能抓到孩子情绪的这个密码，然后来化解孩子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嗯，变爸爸就是先欢声笑语，是不是？我这两天去给家里弄了，又添置了很多新东西新玩意儿，我把咱们的这个厨房已经布置的差不多了，然后我把西西的桌子安安的桌子都已经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安安的桌子我给你考虑的。给我考虑啊，好，对，方便以后咱们给孩子讲功课。你知道吗？不是方便我们，方便你就行了。没问题，孩子学习我包了。我跟你说，我真的特别特别期待咱们一起搬到新家的感觉，太美了，真的简直太好了。之后你和西西安安我都安排的挺挺当当的。听你说我都期待呢。想着我们的新家就很幸福呀。开心的就跟个孩子一样，是不是？对，因为我自己亲手收拾的，然后让它呈现了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样子，然后所有的一切都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我就很开心。好的，一起期待哦。早上好，现在是让他再睡一会儿吧。哇哦！我这做啥呢？我搞了一个。哎呦！我这不是在家没事儿，我说拍拍孩子，回来啊，我上拍戏去嘛。哎，回来给霞看，教教我怎么做。那我以后跟西西拍。你学这干啥？我要学啊，学了以后嘛，可以跟西西拍一下，让他妈妈看啊，看看他小的，西西小的时候怎么样。乖乖，可以的，可以的。哎呀，你现在可以了。哎呦，现在，哎呦，让我先拍拍你看，好看吧？哎，开始拍之后呢？你要按这个键，右红的右边这个键按三下，按三下啊，你就拍我了，你就拍到背后的这个人了，相当于。你现在甚至拍的是自己，你要先按这个红的，先按红的就开始拍了。哎，开始拍之后呢，你要按这个键按三下，你就按这个键啊，这样，一。他就拍到我这儿来了。拍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然后呢，一般你按这个就开始了。开始了，然后结束也是按它。结束也。哎，这样这就结束了。那要么我去看看，拍拍西西看。哎，你小声点，他正睡觉。我这是一个爱学习的岳父，然后呢，看见我在拍呢，他也要跟着一起拍。No， 他去拍西西了。我在看这个拍摄的机器，外公呢就过来跟着我一块儿想学，然后我就
教他了，我说你学这个干嘛呀，他说他要拍小孙女，我说好你就拍吧，然后他就拿着这个小的这个拍摄的机器啊，转了一下午，拍了很多。晚上回来看的时候，我才发现，呵，开始键忘了摁了，所以一下午拍了个寂寞。好了，我们去看看那个小家伙起来了没有。真能睡。起来了吗？十点了，我们要下楼了。起来有好吃的，快。这次还有面包，快起来吃。早上好，猫咪说。早上好，西西。早上好，爸爸。睡懵了没有？嗯。嗯。三二一，笑一个。我来拍。那你要拍呀？你拿着我来弄。早上好，我是西西。嗯，你现在要去，我现在要去吃面包了。我现在要去吃面包了，爸爸。嗯，然后给妈妈说，妈妈，我想你。妈妈，我想你，我拜拜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成。今天呢，是我加入全职爸爸互助会的第39天，同时呢，也是我们新家出状况的第一天。刚刚呢，我接到居委会的电话，说是我们家有水渗出来。我赶紧跑过去一看，一开门，你能看到的所有的地方，这个地面上都是水和脏东西。我们家刚装修完，这个主管道可能是堵了，现在呢，所有的家里全部被楼上的脏东西给淹了，门套、门框、所有的家具、沙发、床都被水泡了，我的木地板全都被水泡了。唉，眼看着这个家已经完成了95%了，我就想着找一个我们两个的一个有意义的时间给他搬进去。唉，谁知道就在这两天，唉，全完了。喂，是物业吗？是。现在我们家有一个情况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那个水管堵上了，导致这个楼上楼下的这个污水呀排不下去，全都流到我们家来了，把我们家整个就给泡掉了。我们看你管道破损了。管道没有破损，但是你这个，你确实事情发生了，把我们家堵住了，怎么能叫管道没有破损你们就不管呢？那对呀，那现在就是因为管道出了问题，所以导致了我们家被淹了呀，你物业不管吗？这是住户的问题。那你们如果平时更加主动的去巡查一下的话，我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我们不是第一时间出现问题就给你打电话了吗？我辛辛苦苦装了8个月的东西，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你打了电话就可以了吗？您明明没有把管道疏通导致我们家被淹了，你怎么能说你现在把这个事情全推到我们业主的头上来呢？我全家装的所有东西我一天都没有住，桌子椅子门框全都泡了，那我这个费用怎么办呢？那这个确实不在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你得理解一下。你可以去找楼上，你挨家挨户去找一下。我找楼上，我说什么？每家楼上来赔偿我的损失吗？那可不嘛。我辛辛苦苦装了8个月的东西，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你打了电话就可以了吗？我无语，行吧，我无语了。
好，爸爸给你来倒水啊。不要钱呢，钱有什么用啊？跟他们这种搞得好了。你有点憔悴呀，有点憔悴呀。哎呦，咱们装修那边小房出点小问题，没事，我都处理好了，没关系。但是现在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按照咱们原来想的那个时间搬进去了。嗯，不过厉害吗？还好吧，我觉得没啥，我就是得重新修整，小问题，放心，都在哥的掌控之中，放心。那我也不在呀，那。你不需要在，你把身体养好就行了，朋友。本来就没啥大事儿，只是我跟你报告一下，给领导汇报一下，咱们的时间可能有那么一丢丢的变化。所以呢，还得委屈你几天啊！但是你放心，一切向好啊！没事，时间克服就过去了。好了，你也早点休息吧啊！嗯，好，拜拜。我们先玩一会儿玩具，爸爸。好，过来。我先跟爸爸一起玩卡片。这是什么？小汽车，它后面是什么？它后面是什么？我们猜一猜是什么？公交车吗？不是。那是什么？这是飞机。飞机？这是什么飞机？这直升飞机。直升飞机英语怎么说的？ Helicopter。Helicopter。啊，你能认识这些颜色吗？啊 ，purple， yellow， 对 ，green， blue， orange， baby。这个叫 navy，red， 对 ，navy 是什么？海军蓝，对不对？嗯 ，navy blue，navy。其实这几天我在处理一堆的事情，然后呢，我感觉自己情绪有点失控，也没怎么陪西西玩什么的，就是，哎呀。这会儿就想着能赶紧陪西西玩一会儿，因为我不太希望因为我自己的这个情绪让影响到孩子，我一直觉得孩子嘛，还是希望他能够一直都开开心心的。来了什么呀？嚯，什么呀？嚯，油泼面呀、啊。今天怎么突然吃油泼面了？哎，这两天我你妈说你辛苦了，辛苦啦，小丹。刚刚给孝成打电话，我说他心里有点难受嘛，所以我就说今天给他弄个油泼面，让他心情好一点呗。好的，对吧？吃到有家的味道呗。我们悄悄的，别让他知道 啊！知道了，我不说啊。好的。哎，谢谢爸，谢谢妈，好香啊！来，我一定要给这个面一个超近镜头。太香了。妈呀！我太久没有吃过油泼面了。这边好吃啊！嗯。咖喱好吃，我汤吃的。孩子，来，再来一遍。你们把米线磨细啊。我怕不要把上浆。哥们，我要吃两碗今天。多吃点。太香了。当把这碗油泼面放在我面前的时候，那一天的那些不好的情绪全都化解在了狼吞虎咽吃面的这个过程中了，我觉得特别治愈啊，真的感觉自己一天的坏情绪都被治愈了。吃了。
太香了。我还说晚上要减肥呢，吃了这么多碳水。不管了。味道好不好？好吃，就是这个味儿。我们考虑到呢，它，可能呢。最近呢也比较辛苦，后来我们看了那个一些煮油泡面的过程，那么我们这个反正都是人要做嘛，那我们学了做来哎，做来它还可以，我自己感觉还可以。他说怎么这么香今天，后来一看是油泡面，他说啊，他也不知道我们会做油泡面，后来看到他说这么香这么好吃嘛，我们也开心啊。那这一点小蛋你吃完。我吃完呀、啊，那我就拿大碗吃。太香了，真的超级感动，因为我不知道整个过程，岳父在给我准备油泼面，而且呢，因为那一天发生了太多的事儿了，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与你为敌，真的，我当时就是那种感受。那碗油泼面端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面好不好吃真的已经不重要了，你能感受到家人的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就是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很好。Hello， 嗨，你能看见我不？看不见你有跟你打招呼吗？终于见到你了。今天面好吃吗？特别香，我还给我妈拍了张照片呢。我说我在上海有这待遇，丈母娘做的，是不是有家的味道？是的，我一个人今天干了好多，我啊，好久好久没吃面了。今天这碗面上来之后，我就突然就。好像回到了咱们在北京的时候，我还时不时给你做个这玩意儿。时间过得真快，那会儿在北京的时候，8年前、9年前，现在俩娃了。你知道吗？我，对哟。然后看到一个面的时候，我就说，辣不辣没关系，我就知道我想你辣，你知道吗？我受宠若惊，我今天是。这个丈母娘给我甜蜜暴击第一集，晚上老婆给我甜蜜暴击第二集，我直接咚咚咚。你先说你幸不幸福啊？我幸福。今天我的工作完成，拜拜。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爸爸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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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